起来非常的诱人。这个好好吃啊，酥脆的皮，然后加上里面还有巧克力酱，外面的那层巧克力粉末有一点苦苦的，但是我觉得巧克力非常的多哟，我现在的牙齿是什么情况？我好想看镜子哦。哇，你们看里面还有很多核桃。我觉得吃一个不够，所以我又带来了第二个。你们看到的巧克力已经全部融化了，现在我就要挑战第二个脏脏包。首先呢，我觉得我今天要挑战干净的吃完它已经失败了，所以呢，干脆就更脏的吃它吧。还算干净吗？现在我就拿来了镜子来看一下我的脸到底什么样子呢？朋友们，我的脸这么脏，怎么没有人告诉我的？觉得我们今天的视频怎么样呢？喜欢的话，下一次妮妮还会带来更多好玩的，和你们一起分享哦。啊，对了，喜欢的话千万不要。